好，今天我刚才出去运动踢足球，大概是晚上7点，然后回来路上我看见有些自行车停在那，我就觉得是那些年轻人搞怪，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绕到后面进去。然后刚回来，晚上到8点9点就听到一个新闻，伯明翰。有6个人被抓，因为杀了一个14岁的小男孩。记得礼拜一还有个新闻，就是还有人被捅死，这个也是被捅死的，那是在家里头被捅死的。这是14岁的小男孩是被追的时候捅死的。然后这几天关于这种的案例很多，应该是关于。放假才这么多小青年出去在这搞怪，他们这些小青年是在全喜欢找事儿，然后因为他们无聊又不喜欢学习，所以就在找事儿，碰见人我想挑衅一下。然后我们回来的路上重绕一圈回来，看到他们还在打架抽烟，然后赶紧害怕的到了。我们的小区里，好，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，我也累了，要睡觉了。今天发现就是小年轻是在教育的，就成这样了，一点也不靠谱。